用的是绿色，绿色代表的是哪里呢？代表的是胸腔，这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颜色。选择绿色的人，他会是一个很注重和平，很要求平等，然后呢是一个很开阔的这个颜色，所以我觉得很适合用这个 Calvin Klein。谢谢 DK 的一个绿草香皂。什么味道？我闻一下，这个是淡淡的那种清香的味道。